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啊！美好的一天并不美好，说实话，因为这个整个一天全部都在下雨，这个天阴沉沉的啊，一直在下雨。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要，对吧？要怎么办了？就是这样。我本来也要出门，想去，对吧？去带他们出去转一转啊，不让他们也放松一下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这个下雨天，想想还是算了，就是这样，没办法。现在这个是晚上了啊，给他们喂个饭，对吧？让他们赶快吃饭了啊，因为这个下雨嘛，雨下的稍微有点大啊，我那里只能放下一个脸盆啊，放两个的话，他们会打架啊，就是这样，这个笨笨会比较霸占啊，所以的话先让他吃啊，让他吃的差不多了，让小花小黑吃，就是这样啊。嗯，你俩不要说对你俩不好啊，不是这样的啊，因为我也是为了避免打架啊。所以那里面的狗粮大家看到没，那里面的狗粮我都放的挺多的啊，放了很多，就是这样。小黑，你的那个牙是歪反的越来越厉害了，我发现啊。哦，可能是在你生气的时候牙会歪反，不生气的时候牙不会歪反啊。你也想吃的啊。我那个狗粮多呀，笨笨他吃不完呢，你放心吧，小黑有的吃。哎呀，好不好？放心好了，来让我摸一下啊，放心了啊。哦，这小粉儿，哟，这小粉儿脚修的还拔一下啊。你都不会领着，对不对？你都不会领着小黑干那笨笨吃饭的时候，一到吃饭点我也是可臭呀，那肯定叫那里头呀弄的。哎呀，我去给他们找一下啊，给他们找点新的这个啥铺到他们里面去啊。嗯，你吃不完笨笨，知道吗？该退居二线，退居二线，让出来。小黑跳那儿等着排队的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因为下雨天，这空间还是那句话，空间比较小啊。我分出来多，笨笨两头吃。要干仗的啊，非常不好。这样的话就先从一二三开始吧，只能这样啊。我去找一下。你跟着我出来干啥了呀？你看看那门口，你看啥嘞？看，你已经很浪了，那笨笨啊，你很浪了。笨笨，回去。那下雨天你搁这浪啥了呀？吃吧。趁着这个功夫啊，小黑终于排上队了啊，小黑开始吃了啊，就是这样。小黑说轮到我了，我要珍惜机会啊，珍惜表现的机会啊，争取多吃几口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大家放心好了，都有的吃的啊。我这个方法也是不是方法中的方法了，也算是，大家就不要再为难阿飞了，我也是没办法。然后带大家一起看一下楼上啊，楼上这里的话，因为这个楼上有这个啊，所以他们这里没啥问题啊，就是这样。看一下要不要给你俩加点狗粮，这里还剩下有啊，那加点这个吧，吃点这个，吃吧，吃吧，小贝，马豆，吃吧，吃吧，好，小贝高高兴兴的蹦到那个上面去了，给吧，吃吧。那今天晚上不加粮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，可以吗？不加粮了啊。嗯，他们楼上还是不错的啊。说实话，作为生活来说，就是这样。下雨天比较好 ，nice。我继续找啊。然后我又找了这个一床被褥啊。一床被褥的话，这个是比较厚啊，比较厚，比较结实啊。哎呀，真的给他们铺上去啊。哦，然后我站在这边看的话，这个笨笨还是没吃到啊，这个小黑还是在进食啊。看来小黑这个很把握机会啊，就是这样。
还是比较可以的啊。好，可以啊，吃吧。嗯，这么看来啊，到吃饭的点儿啊，小黑还是比较真男人的啊，就是这样，还不错啊。嗯，我又给你们拿过来一床这个被子啊，你们要珍惜好不好啊？我给你们铺进去啊，你们，哎，你干啥了呀？笨笨，我才发现你谁不谁都想找找他的事儿啊。那小伙儿是你能找的事儿是不是？那小伙儿摩擦起你来，跟摩擦小朋友一样，对不对？瞬间给你的腿给你干劈叉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啊。有的时候发现笨笨还是有点不太，要会，不太不自量力啊，就是这样。那干啥的？我还没铺的，那可堆上来了，真是的，切呀，我给他铺进去，呀，堆掉了。然后他们这里面我给他们铺好了啊，就是这样，下去，你们在这里好好休息，对不对？咋搞的你们啊？给他们铺好了要珍惜，对不对？没铺好一个杯子跟褥子都要珍惜，格外珍惜，对不对？来之不易，好不好？生活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你们的生活不容易，阿飞的生活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好，给他们眯整齐了啊，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啊。一年啊，你们造多少被子，造多少褥子啊？希望这个能陪你们走到最后啊，希望这个被子啊能陪他们走到明年最好。估计大家觉得有多大概率啊？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好了，该轮到谁吃饭了？该小花了吧？啊，笨笨、小黑都吃过了，小花你不去吃饭吗？你在那玩啥嘞？玩啊，你看你叫我衣裳拔嘞，啊，你去给我买新的去，笨笨，去，快点，你叫我衣裳拔烂了，快点给我买新衣服去，去出门挣钱去，去下着雨嘞，去跑，去笨笨，快点下着雨嘞，去吧，挣钱去吧。笨笨说把我自己卖了，变成一顿狗肉火锅就能够给阿飞买一件，对不对？100多块钱的，对吧？主要你身形太小了，你也卖不了多少钱，我估计100多块钱的这个，对吧？小棉袄，对不对？大棉袄，对不对？小棉袄，大棉袄，对吧？小老虎，对不对？小西鸡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扑通扑通小西鸡，扑通扑通小黑鸡，对不对？看你那刁门。好了，你是打黑的，不能跟他俩傻子一样，好吧？你要成熟一点，稳重一点，对不对？可爱一点，对吧？哎，你刚才不是去吃饭去了？你怎么回来了啊？估计他是一看我在摸那个小黑呀、啊，他嘚的一下就回来了，窜了回来，吃了几口啊。你看你这一藏回来，又派到笨笨去吃饭去了，真是的。哎，好孩子啊，你看你都不把我，对不对？还是人家小伙儿把，还是人家小伙儿好，对不对？还是小伙儿顶呱呱，对不对 ？Nice， 好了，给你们铺好了，今天晚上又能睡个美觉了啊。我下去了。唉，然后就先这样吧，每天都是忙忙碌碌，碌碌忙忙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。但是呢，只要他们健健康康的，快快乐乐的，说实话我的内心也会感到很充实啊。就是这样，不知道大家看视频的大家那边的天气都是怎么样的啊，有没有和阿飞一样感觉美好中有一点不太美好啊。哎，希望拨云见日啊，希望太阳赶快出来。我感觉从我父母走之后，我的心情会随着这个天气不断的变化，就没有一天晴过啊，彻底的晴过啊。真的是希望这个天气快点晴朗起来，照亮我们的内心心扉呀、啊。然后现在轮到小花在那边吃了啊，他们还是很守规矩的啊。嗯，小花在这边进食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我给楼上再加点饭去，我刚才想了想，给他那一点零食还是不够啊，还得再多加点啊，该吃还是要吃啊，晚上，下雨天嘛，对吧？吃吃喝喝，睡睡雨，能做的就是这样，要不然怎么样？让笨笨真的去来顿那个啥，来顿火锅，算了吧，啊，算了，笨笨，不用你了，对吧？我这件衣服也算是走到头了。碰到你们都是走到头了，就是这样啊。嗯，我袖子都湿了，先拍到这边啊，去楼上去了。嗯，
小黑在里面啊，大家看到没？小黑在里面。小花又吃了几口，又吃好了，又轮到小黑去吃了。小笨笨这家伙他不吃了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拿捏的死死的啊，拿捏的死死的，真是这样。好了，吃吧。然后刚才我上来啊，他们已经把那里的吃完了啊，又给他们加满了。这袋狗粮留在这上面啊，给他们了。我再搞一袋给楼下就好了。吃饭去，去小贝，去吃饭去吧。毛豆就在那儿怼开了，我估计刚才那点就是毛豆吃的啊。你快点去吃去吧。你的眼睛怎么变红了啊？你修炼了什么神功啊？在楼上啊？真的是，我的衣服又不红，怎么会把你的眼给怼红了？真的是醉了，我操！吃饭去吧，去吧。